你是多拉岛，一座漂浮在蔚蓝大海的小岛。吼吼龙守卫队每天都守护着岛上居民的幸福。现在闪电结束了天空的巡逻，即将返回吼吼龙基地。噼里啪啦，急速到达。我们是吼吼龙守卫队，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多拉岛的居民解决各种麻烦。没事，吼吼龙守卫队来了，守护大家的幸福。我有六个非常有趣可靠的队友，速度决定一切。他是闪电，拥有超级速度的侦察员，他驾驶着闪电龙战机，能帮助他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抵达救援现场，快速解决危机。喂，他是火爆，我很好，具暴躁的警备员。每当出现导弹滚时，他都会驾驶暴龙警备车，着网、粘着弹、暴龙激光发射，用各种先进的警备道具逮捕他们。吼吼龙守卫队就是要守卫这座小镇，有我在，没意外。他是小飞，沉着冷静的消防员。每当城镇发生火灾时，小飞总会驾驶应龙消防车迅速赶往现场，使用专业的灭火工具迅速扑灭火灾。谢谢你，小飞。拆好了啊，是修好了。他是阿健，会修理又会拆东西的天才工程师。遇到大工程时，他就会出动角龙工程车，用百变实用的维修工具开始他的维修表演秀。很厉害，救援也是很可靠的哟。老奶奶，你感觉怎样？哦，真舒服啊。她是木木，温柔细心的医疗员。每当出现伤员时，她都会驾驶剑龙救护车出动。剑龙救护车配备了全套医疗设备，为伤员提供无微不至的医疗救援。有木木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很安全。他是彤彤，机灵可爱的计算机天才，他留守在吼吼龙基地，为我们提供实况信息支援。我是小静，吼吼龙守卫队的队长，我负责队伍的指挥工作。我们以出色的实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今天也是充满幸福的一天。出动！二毛，啾啾博士在做什么呀？博士待会儿要拿你做实验哦。不要啊！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在我煮面的时候打扰我。我是来找您要幸福能量枪的。不是您说让我们到小镇去收集居民的幸福能量吗？给你，早点完成任务回来。要是没完成的话，我还缺三只猴子标本。保证完成任务。爸爸，我们回来了。今天又是充实的一天，也是辛苦的一天，我的腿都快跑麻了。孩子们，点心来喽。谢谢爸爸。应该是我们感谢你们，正因为有吼吼龙守卫队的帮忙，小镇的居民们才能过上和平的生活。嘿，小静，还有守卫队的朋友们，你们看看我的最新杰作——太空飞船！哇，真科幻！谢谢你们喜欢我亲手做的手办，我仿佛看到自己未来成为手办大师的光明前途了。叽叽。我找到幸福能量了，伙伴们，现在我们该回基地了。夜晚的小镇也需要我们守卫队。好的，干活了。我也要回家了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好啊。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回基地了。为什么我们不问那个小孩要手办呢？你没看到那个小孩和守卫队在一起吗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，叽叽。我们晚上再行动。还是猴宝联想的周到。三毛，不要大惊小怪的，以后你就会习惯我的聪明才智的。猴宝莲，现在去拿飞船模型吗？这里经常有人经过，等夜深一点，
我们再悄悄过去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过去啊？像我这么酷的猴子，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的。哦，侯宝莲，我哪会飞船模型呀？你是怎么拿到的？就这样走过去，打开窗子就拿出来了呀。你做得很好，但不要骄傲。幸福能量枪，幸福能量收集完成。求求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被吸走幸福能量后的物品居然会发生变异，正合我心意。我早就想一边开飞船一边去捣蛋了。小小飞船出发。搬一趟仓库比去健身房有用多了。别磨蹭了，我现在就只想赶快早点搬完回家睡觉。我们的货物，我们的货物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的货物都飞走了。这有外星人吗？有外星人啊！有外星人，有外星人！他们被吓坏的样子真好笑，叽叽。有情况。吼吼龙守卫队，有外星人偷走了我们的货物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飞毛装甲启动，快计划肆虐。守卫战衣装备，小心！闪电龙战机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轰轰龙面夺龙越野车，守卫队为了幸福出列。急速到达！快来呀，在那边！他们飞去那边了！伙伴们，我看到飞船了。好的，闪电，先尝试和外星人友好沟通吧。亲爱的外星朋友，我叫闪电，不如我们一起坐下来吃蛋糕聊聊。我们不是外星人，我们是本土猴。喂，不想吃蛋糕，那咱们就换另一种沟通方式吧。同意。打不着。隐身模式。躲得还挺快的嘛，我们来躲猫吧。小金，飞船隐身逃跑了，我找不到他。别担心，伙伴们已经分散在小镇的各个区域，他们会监控飞船踪迹的。守卫队不过如此。
先吃个香蕉吧。本土猴，你们束手就擒吧。我们不叫本土猴，我们叫香蕉兵团。隐身模式，看我的。好样的，啾啾。你的隐身已经没用了，小猴子。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，叽叽，看招。噼里啪啦，面对疾风吧。这是我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也是我最珍惜的伙伴。真棒，你看起来很幸福啊。要加入我们的聚餐吗？嘿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伙伴们，我闻到了诱人的味道。叽叽。叽叽，我也闻到了。是香蕉的味道，你藏在口袋里。小轩，我们现在要回基地工作了，下次再一起玩吧。好的，再见。怎么玩都不会腻。是啊。我也很喜欢这辆赛车。幸福能量枪。求求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叽叽。你们做了什么？我猜这个小孩要被气哭了。太棒了，我一直幻想他变大的样子，你们帮我实现了愿望。我们可不是圣诞老人，我们是来捣蛋的，你那么开心干什么？当然开心了，哪有男孩不喜欢真正的赛车啊。但坏消息是，现在他是我的了，我要去赛车了。哇，真正的赛车好帅呀。我还没上车呢。你太棒了，我来帮你。上不去。谢谢你。哇，变大的赛车还能跑那么快。不对，我的赛车被猴子抢走了。今天又是适合睡午觉，和平的一天。但某只小龙看起来不太平和哦。我怎么会输给一辆遥控赛车呢？我可是专业开奖杯车的。小静，我的遥控车被猴子抢走了，他们把遥控车变成了真正的赛车去竞速。我听到了赛车和竞速。
哇，某只脾气冲动的小龙要忍不住了。伙伴们，这是街道上的实况投影，香蕉兵团的赛车竞速让街道陷入了混乱。我要赢回那辆赛车。我是说阻止香蕉兵团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职责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飞龙登场，启动计划四年，亮在眼前，成功。火爆！又是这个！和平肩并肩，不怕困难重重艰险。龙齐天，守卫队，快出手！胜利是守卫战衣，装备。一生团结。小心！暴龙准备撤！勇敢正义永热血！多龙越野车！守卫队为了幸福出演。一边赛车一边吃蛋糕，真是享受啊！分我一点吧，我也想吃。吃蛋糕哪有漂移手段呀？红宝莲，你要陪我蛋糕？抱歉，二毛。这还只是开始，我喜欢捣蛋，叽叽哟。你们有没有公德心啊？怎么开车的？太刺激了。队友们，根据侦查的路线来看，香蕉兵团正在进入市中心，我们得去拦截他们。闪电，我们正在处理交通堵塞，但我想火爆会很乐意过去。小静，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闪电，将香蕉兵团的路线同步给我。噼里啪啦，急速同步，火爆！哼哼，热情似火的我来了。红宝莲，那只冲动的小龙要过来了。我看后视镜就知道了。来一场竞速嘛，输了就会被抓的那种。那就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竟然撞我的车，这是犯规。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，叽叽，这叫出其不意。那我也来一招。粘着弹发射，我看你们还怎么跑。红宝莲，我们的车动不了了。下次说点我不知道的事情。我们该怎么做？试试这个人力氮气喷射装置。在脚踏板比减肥还累呀。哈哈，我们做到喽！哟吼！现在轮到我们反击了！啊哈！你是要送我香蕉吗？可惜我不爱吃。是的，我送你的是一份丝滑的香蕉皮大礼包。车子转圈圈了。火爆，如果单打独斗不起效果的话，不妨试试团队合作吧。因为我的好胜心，我把街道弄得更脏了。
有我帮忙，街道就会变得干净，这就是团队合作。你们说的对。彭东，请帮我构建出街道的拦截地形。不要慌，有我支援着呢。我看到了最佳的拦截点，我有计划了。火爆，你需要帮助团队全力出击。火爆，你永远都追不上我的。是吗？我可没说过一定要追上你。啊！师哥，前面有人！香蕉兵团，你们被包围了，投降吧。伙伴们，投降是举左手还是右手啊？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没有人能让我们停下来。啊！出了坚硬无比的大火车！我不想停，马上！捕捉网发射！啊！原来是举双手啊！抓住我有什么好开心的？这场比赛是你输了。比赛胜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阻止你们捣蛋。恒河龙守卫队就是要守卫这座小镇。现在你们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。小静，谢谢你们帮我拿回了赛车，我又可以玩了。不客气，这是我们该做的。我再也不想赛车了。我的蛋糕怎么还没上？我的口水都要流干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蛋糕，蛋糕，蛋糕，蛋糕！噼里啪啦，急速送达。闪电，拿错了，这不是我要的蛋糕。火爆，你也拿错了，而且我看到你偷吃了一口。你误会了，我是在帮你试味道呀。蛋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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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上给你换过来。我们又搞砸了。有我在，没意外。哇，小飞，还好有你保住了我的蛋糕。哇，小飞，这个姿势好酷，我们来合照一张吧。好啊，满足顾客一切需求。耶！哎，幸亏有小飞在，不然我们就忙不过来了。是啊，今天爸爸感冒了，如果有贴心的小飞去照顾他的话，估计很快就好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中午好啊！玲玲，你好啊！大家好！哇，好机灵的小鹦鹉啊！它叫豆丁。对了，我待会儿要参加社团活动，能麻烦你们照顾一下它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吼吼龙守卫队的职责就是帮助大家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大家要玩得开心一点哦。好的。豆丁豆丁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来，让姐姐碰一碰，真可爱。彤彤，你太用力了。抱歉，女孩子看到可爱的东西太容易失控了。豆丁，我们来交朋友吧。来，请你吃一根我最爱的奶酪棒。保证你就多吃点，不要跟我客气哦。你的意思是一根一根的吃不过瘾，对吗？哈哈，热情似火的我还有这么多。火爆，小豆丁已经吃撑了。好吧，我交朋友总是会热情过头。有翅膀不一定叫
小飞龙，我不会飞，不会飞，不会飞。哈哈，扯不着了吧？我不会飞，但是我会斗牛。你飞得太慢了，看来我们得买新杯子了。快阻止豆丁！再这样下去，顾客连水都喝不了了。交给我，噼里啪啦，急速！过来呀！幸亏爸爸没来店里。闪电，锅包，快醒醒！木木，我尽力了。交给我吧。彤彤说：“小朋友不舒服，打针就能好。针，我不要打针。”哇，彤彤说的是真的耶！豆丁，我们不玩斗牛了，我认输，快停下来吧。我回来啦。你们相处的方式真特别。玲玲，你就别笑了，快让豆丁冷静下来吧。豆丁要乖乖听话哦。听话听话。真乖。哇，这是什么哨子？好神奇呀。这是我和豆丁沟通的工具，从小到大我们都是通过哨声沟通的，它对我来说有很重大的意义。队友们，不去捣蛋的日子好无聊啊，我饿了。嘿嘿，那我去买几根香蕉回来。等等，我看到幸福能量了。修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你的哨子很好，但现在是我的了。你们是不是没注意到，你们被我们包围了哦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，叽叽，我只要吹响哨子。你们有看到我的队友吗？终于找到你们了，不是说要吃香蕉吗？我给你们买来了。猴三毛，离我远点，我只要吹响哨子，你们就有麻烦了。豆丁，你怎么了？他现在只会听从我的命令，我们要去捣蛋了。快追，豆丁不见了，我们不能失去他。玲玲，别担心，我们会找回豆丁的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收到。这是街道上所有地区的实况影像，大家发现豆丁了吗？我看到了，但情况不妙啊。着火了，救命啊，救火了。赶快，大家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黑豹装甲启动，危机化肆虐在眼前，奋勇go，让它小飞实现，多难和平前几天不怕困难重重艰险，吼吼龙集结守卫队，快出手，胜利是守卫战衣，装备一生团结，吼吼守卫小尖，吼吼龙能把邪恶化解，应龙消防车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吼吼龙面对夺龙月野猪。为了幸福出演，
小飞去餐厅救援，剩下的人去找豆丁和猴子。好的，出发。请不要害怕，听我指挥。救命啊！请跳下来，这张气垫会保护你的安全。谢谢你，小飞，这里火势太大，我们快走吧。一场小火灾而已，交给我吧。接下来该用泡泡枪浇灭这些火焰了。你真棒，小飞，给你竖起大拇指。是豆丁，我这次不会让他逃掉。哦，他太快了，小静，快想想办法。有翅膀不一定叫飞龙，我不会飞，不会飞，不会飞。扯不着了吧？想到了，好吧，我知道你的歪点子了，只有一次哦。豆丁，来抓我的翅膀啊！顺便再说一遍，有翅膀不一定叫飞龙。哈哈，我就是不会飞。他来了。我来救你。我们才不会让你们救下这个小家伙呢。噼里啪啦，急速到达。见了，今天你终于准点了一次。交出哨子后去清扫餐厅，和清扫餐厅后再交出哨子，选一样吗？我还有的选吗？太好了，豆丁没事。是啊，而且他们也成为了好朋友，这就是所谓的不打不相识吧。好好龙守卫队守卫成功。真是美好的周末，今天要去哪里捣蛋好呢？抱歉，小猴子。我叫侯宝林，不叫小猴子。哦，好的，小猴子，我赶时间，下次再买香蕉给你哈。再见。我再强调一次，侯宝林，甜品店似乎有情况。啊，原来是周末蛋糕半价活动。那么多贪吃的小孩子，好香啊！我们也来排队吧。我们可不是小孩子，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吼吼龙守卫队的情况。我和小飞真挡不住了，咱们就像现在立即马上吃到蛋糕。前门我实在挤不进去。好的，有了它我们就能放松一下了。哇，这完美的极限线条，我已经被单身吸引住了。他触动我的小扳手了。等一下，阿健，就让我拆一下嘛，拆它一下一个零件就好。好，我不拆了。小静，你和阿健说了什么？我告诉阿健，只要他不拆甜品制造机，爸爸就会给他买机器人玩具。我记得上周才买了一个机器人给阿健呢。那个机器人啊，被阿健拆完后，已经不是机器人了。让我来试试这台机器的效果。哇，功能很丰富哦。
只要设置好参数，就能批量做出蛋糕啦。哇，好多蛋糕！啊，小静，你们是怎么在这么短时间里做好那么多蛋糕的？这都是全自动甜品制造机的功劳。哇哦！啊，如果我拥有它，我就能生活在蛋糕王国里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蛋糕。根本停不下来，我真幸福。我闻到诱人的味道了。孩子们，辛苦你们了，明天你们就好好休息吧。好的，爸爸。想好好休息，我们香蕉兵团可还没搭定呢。他们把门锁上了，让我来试试。三毛，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捣蛋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香蕉钥匙，噔噔噔噔！大老爷，这里是万能的。幸福能量枪，幸福能量收集完成。求求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呀。三毛，来，请你吃蛋糕。二毛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。好难吃。难吃，难吃就对了。哇哦，请慢用。我要全部吞下。好难吃啊。今天也是和平的一天呢。小俊，甜品制造机坏了，做的蛋糕很难吃，我的蛋糕王国梦想破灭了。别担心，阿健最擅长维修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飞暴装甲启动，我计划死亡能让代价成功。阿健实现不怕困难，重重就险。吼吼龙齐天，守卫队，快出手！胜利是守卫战衣，装备。吼，小心！守卫世界，吼吼龙的瓦解，哦瓦解！小龙都冲着，平安不退却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吼吼！火红遍野猪。为了幸福出演，小胖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很好，我只是失去了梦想。机器坏了而已，不就是一把扳手的事吗？我真担心阿健忍不住把机器拆了。放心，昨天晚上我已经给他买了一个新的机器人了。机器的硬件没问题，我估计是程序乱码了，只要我轻轻的调试一下。奇怪，
有点不太正常了。让我代替香蕉告诉你们，我们是香蕉兵团。香蕉兵团，我抓你就跟抓娃娃那么简单。你的心情很好，但你的操作有待提高。不用你费心，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怎么不躲了？被我的操作震惊到了吗？是被你吓到了？你看起来像个大胖子。啊！动起来，快动！动啊动啊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！猴子们，想帮助吗？不需要，你们还是想想怎么逃吧。不能再让猴子破坏地面了，让我去对付他们吧。但动静可能有点大。等你好久了，看招！机械臂启动，嘿，哈，来吧！哎呦，你的车子马力好像不太够啊！呀，我的车只是提速比较慢。小龙工程车是所有多龙战车里马力最强的，这次是我赢了。你不要过来呀！好，这可是你们说的哟。自爆系统启动，倒数十九八，我们被卡住了。我不想当龙山猴子啊！这倒是不可能的。不就是一把扳手的事吗？二，系统已修复，自爆系统停止。我们得救了。阿健，我们已经帮你准备好修补的材料了。那你知道接下来该干嘛了吧？知道了，把房子修好。怎么办呢？我的甜品制造机坏了。我要和他做最后的道别了吗？这是一把扳手的事吗？好的，现在是火火龙守卫队首席工程师的表演时间。总是在拆东西，但我更擅长修东西。好耶，我的梦想又回来了。吃慢点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还有很多呢。火火龙守卫队守卫成功。这里是闪电，上空巡查一切正常。收到了，闪电，我们在地面上也没发现什么异常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前回基地休息一下，顺便吃点美味的奶酪棒。我们又开飞船来捣蛋了，叽叽，抽抽香蕉皮，发射！大家先解救小朋友，然后空中拦截香蕉皮。收到。小朋友来。我的角龙工程车不仅维修很厉害，救援也是很可靠的哟。看我把香蕉皮全都拦下来，然后回基地吃奶酪棒。捕捉网发射。小飞，使用水枪阻止飞船吧。放心，交给我。
请你们洗个痛快澡，水枪发射。好耶，我们赶跑了香蕉兵团。我们现在可以回基地吃奶酪棒了吗？快点走吧，不然就要排队了。那边好像有情况。那奶酪棒呢？不吃了。好吧。大家好啊，你们也是来义诊站体检的吗？体检？不是哦，我们只是过来查看一下情况。既然来了，不如和我一起做一次体检吧。可能是昨晚睡觉开空调忘记关了。一起进去吧。你状态那么差，我可不能放着你不管呢。轮到我没有啊。同学们不要急，一个一个来啊。叶医生，我来帮你吧，我在护理方面也是有点经验的哟。默默，麻烦你了。不用客气哟。彤彤说我们要经常助人为乐。轮到我了，砰砰，让我先来。你们看好了，我的身体一定是所有人当中最健康的。火爆，是不是我的好身体把你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？数据显示你体质过高，属于肥胖人群。总的来说，就是你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健康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医生，我怎么了？你的身体啊很健康啊，但是从数据来看，我建议你要买一双跑步鞋，减轻双腿的损耗。我也来试试。小飞的身体也很健康，不过我要检查一下你的翅膀，是不是退化了飞翔的能力？怎么人们总是看到我的翅膀就觉得我能飞？叶医生，有翅膀不一定叫飞龙。好吧，但是不得不说，你的翅膀手感还是挺不错的。接下来是阿健。阿健呢？我在这儿呢，我在研究这台体检机器。阿健，不要拆呀，还有很多人需要它呢。好吧，我等大家用完再拆。终于到我了。小轩，数据显示你得了流感，要马上吃特效药才行啊。我要回医院替你开药。叶医生，我这儿有呢。木木感冒药，感冒药来了，请用。哇，木木，你的医疗箱真是设备齐全啊。谢谢叶医生和木木，还有这台体检机，幸亏他及时检测出我得了流感。小轩，我们送你回家好好休息吧。为什么我们要蹲在垃圾桶旁边呢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叽叽，越是没人去的地方就越隐蔽。看呐，那边出现幸福能量了。我帮你拍死了一只蚊子，侯宝莲。三毛你，嘘，火龙守卫队要走了。我下次再找你算账。现在我们去捣蛋了。你们也是来体检的吗？你猜错了，让我代替香蕉告诉你。我们是香蕉兵团，叽叽。幸福能量枪，幸福能量收集完成。求求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你们对体检机做了什么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我们帮你体检一下。你们快放开我，我很健康。那也得我帮你体检后才能确定啊。
他是晕了吗？头三毛，你真是让人着急呀、啊！他是在接受治疗后舒服地睡过去了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们的医术很厉害啊，鸡鸡。那当然，虽然我没当过医生，但给人治病简直太简单了，鸡鸡。总是去捣蛋也腻了。今天就发善心做做好事吧，鸡鸡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是恶魔。果棒，你要坚持跑步才能减肥哟。饶了我吧。好好来守卫队，快救救我！这些猴子不让我吃东西，我太可怜了。别担心，我们马上就过来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飞暴双甲启动，我一化思念，能量在眼前成功。不怕困难，重重艰险，吼吼龙齐天，守卫战线，快出手，胜利是守卫战役，装备，吼吼一声团结，撤，小心，守卫世界，吼吼龙能把邪恶瓦解，剑龙救护车，龙龙避难不退却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吼吼龙，多龙越野车。大家快进去看看情况。哎呦，我的老腰啊，我的腿跟断了一样。你的减肥治疗还没成功，快点上按摩椅。我不，我是不会放弃美食的。侯宝莲，你对这些无辜的人做了什么？我在帮他们治病啊。你根本就不懂治病，你这是在给人添麻烦。木木治疗喷雾，你们不要怕，我会帮你们减轻疼痛的。谢谢你，木木，我的腰好很多了。我也是，现在我感觉我就能走了。谢谢木木。侯宝莲，让人舒服的才叫护理，你那种方式叫做折磨。哼，少啰嗦，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鸡鸡，你别想走。不要啊，我得去买多点雪糕，不然就卖光了。不准你走，乖乖接受我的治疗吧。我不要啊。不，你需要。我身体很健康。你要干嘛，闪电？下去救他们呀！你会游泳吗？不会。我也不会，但我的剑龙救护车是有水陆两栖功能的，我要下水救人了。别害怕，快抓住救生圈。虽然你救了我，但别指望我会向你道谢。阿切，彤彤说救人不求回报哦。阿切，好冷啊！阿切，阿切，阿切，木木暖暖毛巾，请赶紧用我的暖暖毛巾，快速吸掉你们身上的冷水。还能为你保持体温，避免着凉感冒。我再也不想当医生了。而且，吼吼龙守卫队，守卫成功。
我最强的、最无敌的香蕉兵团，让我看看你们收集了多少幸福能量吧。其实我们收集挺多的。二毛，还是你来说说吧。三毛，还是你去说吧。我就是想说，也没有人告诉我收集了多少呀。是因为收集的太多，数不过来了吗？舅舅博士，您自己看吧。有一二三，什么？才收集了五个幸福能量。舅舅博士，冷静点，听我说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都怪吼吼龙守卫队，每次都破坏我们的计划，我们被欺负得好惨。这瓶混合汽水真上头啊。两个小孩子和五只吼吼龙，你们的脸蛋让我想起了曾经的挚友，如今的敌人。我会替你们好好教训你们的孩子的，天心玲珑。哇，舅舅博士不仅智商过人，武力也超强的。不用羡慕我，这只是我实力的冰山一角而已。我会提供更强大的武器，让你们对抗吼吼龙守卫队。香蕉一号登场。哇，好酷啊。幸福能量能够给香蕉一号提供强大的能源，吼吼龙守卫队的好日子要到头了。对，有了香蕉一号，香蕉兵团将会无人能敌。嘿嘿，叽叽。香蕉兵团出发！今天天气好晴朗。哇哦，阿斗，你的风筝也太厉害了吧，简直就是傲视群雄啊！谢谢夸奖，这是我纯手工打造的哟，名字叫做黄金猎鹰。哇哦，这真是我见过最帅的风筝了，天有多高，它就能飞得有多远。有幸福能量，我闻到诱人的味道了，才刚出门就走大运了，幸福能量枪，幸福能量收集完成，秋秋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我们
倒是凭实力拿呀。朋友们，猴子把我们的风筝抢走了，你们看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，我们继续捣乱呢。阿斗，请放心，我们会帮你解决困难的。猴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猴吼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飞高装甲启动，闪电！机器人看起来很不错嘛，就算你夸奖我们也是没用的，那就来试试吧。黄金猎鹰，你的猎物来啦。什么？好险！闪电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放心。现在没事，那你们马上就有事了。噔噔噔噔！来试试我们特制的黏腻香蕉皮吧。黏黏香蕉皮！大家快散开！要是被这香蕉皮碰到我，我估计要洗一天的澡。碰碰，就算是热情似火的我也受不了这玩意儿啊。那就让他们再也发射不了不就好了。噼里啪啦出发。看来想要接近香蕉兵团，得先摆脱你才行。二毛三毛，不要客气，给我使劲的吃香蕉，叽叽。好的。面对我的轰炸式攻击，你们是逃不掉的，叽叽。打不着我，大家注意躲避。小心！哇哈！左边，右边。谁说我要逃？我只是想找个合适的时机把你的机器人吹退。黏黏香蕉皮，胶带炮发射。我们被黏住了，我好害怕呀。阿健干得漂亮，大家一起帮阿健。好的。大家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就要成功了。弟弟是成功了，不过成功的是我们，叽叽。黏黏香蕉皮！大家快撤退！撤退不了，我们被机器人拉住了，叽叽。感受一下香蕉皮的魅力。
们的车都动不了了。二毛三毛，原来打败守卫队的感觉这么爽快呀！不行了，接下来只剩下闪电了，让你尝尝最新的滋味，绵绵羊肉皮。闪电，吼吼龙守卫队，你们最爱的多拉岛小镇很快就会陷入混乱之中，小小闪闪避。我们守卫失败了，大家不要气馁，只要我们不放弃，就会有希望的。大家不要放弃，我们加大马力，一定能脱困的。啊，完全没有效果呀！我们越是加大马力，香蕉皮就粘得越紧。那就试试用水枪把香蕉皮冲走。没有效果，看来还得加大水流。是谁肚子在响啊？我说火爆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觉得我有机会说出口吗？这些烦人的香蕉皮，看我一脚把他们踹飞了！哼，哎呀，快来抱抱我！我的脚甩不掉这些又黏又稠的香蕉皮了。别担心，火爆，不就是一把电钻的事吗？亲亲香蕉皮还挺有韧性的，看我不把你钻出一个大洞来！阿健，快住手，别让香蕉皮飞得到处都。晚了，我们都被粘住了。你们在干嘛？怎么一眨眼的功夫，我们都快要全军覆没了。彤彤，麻烦你帮我们分析一下，用什么材料可以融化这些特殊香蕉皮？不要慌，有我支援着呢。我已经在查了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啊，怎么办？目前已知的材料都融化不了。彤彤，你好呀。你好啊。妈妈，是妈妈，好久不见了。妈妈，你回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好想你啊。妈妈，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？妈妈，我好想你。孩子们，我也好想你们。但你们看起来情况不太好哦。我们确实遇到了一点小问题，我们的多轮车被粘住了。别担心，孩子们，当初我在研发多轮战车的时候，还为车子开发了一个强力的机甲形态。机甲形态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妈妈说过？因为我忘记告诉你们了。不要在意这些小问题嘛，重要的是妈妈现在要帮你们的多轮战车激活机甲形态的转换指令。激活完成。我感受到闪电龙战机充满了能量。闪电龙战机，嘿，龙机甲形态转换。小心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被打破和谐。快激化资源，能量在你间，怎能够让它飞天龙战甲，激情去抗险。让我们再度起飞吧，飞天龙战甲。不怕困难，重重险险，速度决定一切。队友们，我来帮你们脱困。守卫队哇，机甲形态喷出的能量能够融化这些黏黏香蕉皮。这下子我们就不用害怕香蕉一号了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
级的闪电龙战机要来啦！我的暴龙警备车也很厉害哟。是啊，我们是小小守卫队，我们要打怪兽。啊！我们还没玩够呢，怎么天就黑了？啊！哇，好大一个机器人！小屁孩们，迎接香蕉皮盛宴吧！叽叽，年年香蕉皮，发售！好恶心的香蕉皮，我不想让香蕉皮擦到我头上。再扯下去，这些小孩子马上就要变成秃头了。到时候我们就是头发最多的了。哎呀，别跑呀，香蕉皮人人有份呢。你们这些小猴子快放了我，让我代替香蕉告诉你们，嘿嘿，我们是香蕉兵团，叽叽。啊！你为什么要抓我？救不到吼吼龙守卫队吗？吼吼龙守卫队，他们已经被我打败了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把这些玩具扔了，成为香蕉兵团的第一个粉丝，还能获得我的专属签名啊，叽叽。我才不要。吼吼龙守卫队会保护我们的。没有人能保护你，乖乖叫出来吧。还好今天吃得饱，才能拉得住你。还得是你呀，二毛，待会奖励你再吃100个香蕉。不要。我还要吃。哇，闪电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你是我的偶像。不要怕哦，吼吼龙守卫队很快就会赶跑坏蛋的。吼吼龙守卫队加油。香蕉兵团，你们的恶作剧该到此为止了。哼，不就是有了一个机甲吗？和我的香蕉一号比起来差远了。年年香蕉皮发射，飞天龙爪。你的香蕉皮已经对我没用了，快投降吧。嘿，闭嘴，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叽叽，我要让所有人都变成香蕉头。快跑！还有一颗香蕉皮呀！大家先解救群众，然后空中拦截香蕉皮。收到。嘿！谢谢你，默默。嘿，这坐稳了。无戳炮发射！香蕉皮给我到网里了。砰砰！超级水枪冲冲冲，冲走香蕉皮！吼吼龙守卫队可不止我一个，有了伙伴们的支持，我就能专心对付你们了。哎呦，我好怕怕呀！别想逃！叽叽，你中计了，黄金猎鹰撞翻他。我的速度下降了。我要把你粘在地面上，再也飞不起来。年年香蕉皮发射，让你见识一下飞天龙战甲闪电一般的速度。怎么消失了？你们快帮我找到闪电。他在左边。不对啊，他明明是在右边。
到头顶有好多个香蕉啊！黄金猎鹰，快来追上我呀！有个大的香蕉飞过来了，让我看看。香蕉兵团，把大家的风筝交出来！我认输了。在交出来之前，我能放一次风筝吗？不行。队友们，我归队了。闪电，你太棒了！红火龙守卫队守卫成功！干杯！真是久违的家庭聚餐呐、啊。妈妈，你吃完午餐后又要出差了吗？小静，这是妈妈的工作，我答应你。我还想着和妈妈逛街呢。孩子们，你们要体谅一下妈妈。妈妈有很重要的基因研究工作。我知道了，爸爸，这是妈妈毕生追求的梦想，我们应该支持妈妈，就像爸爸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妈妈一样。是的，没错，我会想念妈妈的。哦，王校长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学校举办了吼吼龙艺术大赛，我想邀请你们当颁奖嘉宾呢、啊、你们是小镇的英雄，如果能得到你们的认可，我想获奖的同学会很开心的。没问题，吼吼龙守卫队乐意帮助任何人。好的，小英雄们，期待你们的到来。妈妈，我们会想你的，但我们现在得先执行任务了。加油哦，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我们的孩子真的长大了。是啊。今天天气可真好啊。哇，大家的作品都很好看呢。嗨，吼吼龙守卫队。很高兴看到你们。我们的小英雄来了。好啊，大家的作品都很不错呢。这座雕塑作品的灵感来源于吼吼龙的友谊。一位美丽的少女生病了，但是她受到了木木的贴心治疗后，很快就恢复了健康。最终，少女和吼吼龙守卫队成为了最要好的好朋友。真好看！谢谢大家的认可。还有艺术性，这有什么？嘿。哼哼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艺术。我找到幸福能量了。好的。吃我一脚。干嘛折我耳朵啊，好痛的。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，鸡鸡。你没看到守卫队就在那儿吗？是啊，还是侯宝莲聪明。玲玲，雕像里的少女好像你啊。这可是我以自己为原型创作的哦。我想这次艺术展的获奖者应该没有悬念了。玲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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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请吼吼龙守卫队的队长小静来颁发这个奖。好的。等等，你们还漏了我一个真正的艺术家。等等，大家请欣赏我的伟大艺术吧。被震惊的说不出话了吗？我肚子饿了，我先走了。我忘记收衣服了，我要先回家了。小静，大家是不是不喜欢我的作品啊？
只是你的作品比较抽象前卫而已啦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哈哈，果然艺术家的世界是孤独的。好大的香蕉啊。狗三毛，你干嘛？汪汪汪。有蚊子。猴三毛，我今天非得教训你不可。狗宝莲，操场没人了。好吧，香蕉兵团出发，幸福能量枪。幸福能量终极完成，求求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我能动了。哇，喂，你们是谁？让我代替香蕉告诉你，我们是香蕉兵团。叽叽，嘿，哎呦，很好，带我去玩耍吧。好可怕呀！猴猴龙守卫队，我的雕像出问题了。展台上的我不见了。玲玲，请放心，我们会帮你解决困难的。猴猴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猴猴龙守卫队出发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飞暴装甲启动，快计划肆虐，自然在你前分工，让我爆困难重重艰险，吼吼龙齐天守卫战鹰，拍着手胜利是守卫战鹰，装备一生团结，吼小心吼吼龙能化解化解，暴龙警备车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吼吼龙多龙夜解除，对，为了幸福出演。请帮帮我。没事，我们来了。雕像的少女会不会被工作人员搬走了？不太可能，两个雕像是粘在一起的，只能整个搬走。这时候就该名侦探火爆登场了。火爆在没意外，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综合目前的线索，我推断出一个结论。是什么？雕像的少女是自己跑出来的。喂，不要摆出这样的表情啊，我说的是真的呀。我是快乐的少女呀，啦啦啦啦啦。你们快看，她就是雕像里跑出来的少女。爆的推断居然是真的。天哪，他长得和我一模一样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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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猴猴龙守卫队，快救救我们，他抓着我们陪他去游乐园玩了一整晚的过山车，还让我们提着大包小包的零食。最可恶的是居然还不分零食给我们吃。是啊是啊，如果你们不去吸收幸福能量，也不至于这么惨。至于你，被包围了。嘿，别跑！嘿嘿，你们玩过猜人游戏吗？小静，我是玲玲啊，快抓住他！两个玲玲，我真的分不出来。真相只有一个，就让名侦探火爆来找出真正的玲玲吧。找出来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你还那么自信？火爆在没意外，我闻到了真相，这就是一位名侦探敏锐的嗅觉。哼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因为我从你身上闻到了淡淡的奶酪味，而我刚才看到你的时候，
刚好看到你的零食袋里有奶酪棒。你嘿，召唤香蕉一号，很好，我们改玩躲猫猫游戏吧。啊！你竟然拿走了我的香蕉一号启动器！哼，我是钻戒的，黏黏香蕉皮发射！大家快跑，别被香蕉皮黏住了！看我的，捕捉炮发射！和你的香蕉皮儿说再见吧！啊！哼！哼！现在变成猫抓老鼠喽！那不未必。完美就位，嘿嘿，哈哈，你输了，小老鼠。哼，是吗？但我觉得你才是老鼠。龙机甲形态转换，现在是我抓住你了。哼，我才不会让你抓住呢。啊！给我乖乖躺好了。哼，下次再跟你玩。名侦探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逃脱者的。捕捉网发射。原状了，果棒，你干得真棒！碰碰，小事一桩。又臭美了，讨厌！红火龙守卫队守卫成功。今天是多拉公园热气球游玩项目的开幕日，感谢各位来捧场。不知道坐上热气球是什么感觉，要是能体验一下就好了。是啊，飞往天空是人类最浪漫的梦想。你好，阿斗。你们好啊，火火龙守卫队。你来得真早，阿斗。小静，你们也是来做热气球的吗？不是哦，我们是杨伯伯邀请来的嘉宾。杨先生，请。谢谢。尊敬的朋友们，今天我将抽取两名幸运的小观众体验热气球。待会儿念到名字的人麻烦上来一下。这两位幸运儿分别是阿石和小阮。哎，运气真差。小静，你能帮我找一下阿石和小阮吗？我记得小镇没这个名字的人。那我先看看。杨伯伯。阿斗和小轩在吗？哎呀，现在的小孩子太喜欢起生僻字的名字了。切，明明就是自己说错了。我在，哟吼！孩子们，请注意安全哦。上去后，请不要随意跳动啊。知道了。啊？小飞，你在干嘛？这里可不能玩躲猫猫哦。我总觉得这东西不太靠谱，还不如电梯来的安全。不用怕啊，你不是飞龙吗？真有危险，你就飞上来救我们就好了。有翅膀不一定叫飞龙。知道了，我只是开玩笑啦。起飞喽！哇，从天上看公园的风景太漂亮了，我感觉自己飞起来了。小飞，你别担心哦，热气球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游玩项目，一般来说是很安全的。好吧，可能是因为我当消防员的习惯，看到有火的东西就想浇灭它。
你要是浇灭了热气球上的火焰，那就真的危险了。我们该回去工作了，马上就来。一个香蕉，两个香蕉，幸福能量，一个都没有。注意，前方探测到幸福能量。哟吼，有幸福能量，谁要吃香蕉啊？香蕉兵团。太阳都晒屁股了还在睡，快跟我喊出发呀，你们两只大懒猴。让你们尝尝我的臭袜子，好臭。榴莲好想吃啊。三毛，不许和我抢。臭臭博士来啦。臭臭博士，我们在呢。骗你们的。侯宝林，你想干嘛？我的午觉还没睡够呢。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叽叽，看到没，跟我去捣乱吧，前面有幸福能量啊。香蕉兵团出发。叽叽，哇哦，怎么了小轩？我看到光了。你是不是特摄片看多了？哎，真的是光啊。嘿嘿，我们不是光。让我代替香蕉告诉你们，我们是香蕉兵团。集体香蕉兵团，没错。来，我很讨厌你们的反应。幸福能量枪，幸福能量收集完成。秋秋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救命啊，热气球失控了。好好享受你们的刺激热气球之旅吧，吉吉。还有你们，吃我一枪。救命啊，救命啊。捣乱的滋味就是爽，吉吉。火龙守卫队，快帮帮我，我们被困在热气球上啊。阿斗，请放心，我们会帮你解决困难的。火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火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被飞龙登场，启动计划四年，能量在一线分工，小飞实现和平肩并肩，不怕困难重重艰险，吼龙集结守卫，快出手，胜利是守卫战役装备，一生团结，小心世界，吼吼龙能把邪恶瓦解，应龙消防车，退却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吼吼龙面多龙越野车，守卫队为了幸福出列。说成为香蕉兵团的粉丝，我就饶了你，亲亲。小猴子，很好，待会儿不要哭鼻子，我来守护我的朋友。噼里啪啦，急速到达。好耶，火龙守卫队来了。闪电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根本就不怕你。我的任务优先是救援。龙机甲形态转换，飞天龙战甲，
别干扰我的救援。那可不行，导弹是我们最大的乐趣。糟了，热气球要坠落了。只要阻止缠着你，你的速度就发挥不出来了，看你怎么叫。糟糕，燃烧器不受控制了，我关不掉了。热情似火的我来了，龙骑甲型炮装装。救援让我来，水炮发射，超级水枪冲冲冲，浇灭危险的火焰吧！冲冲冲！好耶好耶！大树要塌下来了，龙机甲形态转换。说多少遍了，有翅膀不一定叫飞龙。云梯支撑不了多久，你们快跳下来，我会用救援泡泡接住你们。不行，我恐高，我腿软。请相信我。妈妈，救援泡泡发射。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哪有那么容易？那我就把你拖了。香蕉兵团送你们一份触电大礼包，顺便一提，要注意防水安全哦。香蕉女号漏电了！我们要回到烤肉了，我不想坐电烧烤了。小飞，我要听你的话，再也不玩热气球了。其实什么游玩项目都会有安全隐患，但更重要的是做好防范工作，保障大家的安全。小飞说的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猴火龙守卫队和所有工作人员存在的意义。猴火龙守卫队守卫成功。哟吼，第十届猴火龙守卫队滑板车大赛开始喽！我要拿第一名！砰砰！哎呀！刚才我好像听到火爆说话，他人呢？他在那儿！火爆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受伤不要紧，但是我的滑板车第一名没了。那我请你吃一根奶酪棒，你原谅我可以不？一根奶酪棒就想得到我的原谅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哼！那你想怎样嘛？至少要两根，成交。阿健，这些是什么东西？是我之前拆过的旧玩具，现在没用了，我要扔了它们。这有点儿。孩子们，你们好啊！你好，真美男。你们吃饭了没有啊？最近学习怎么样啊？天气有点冷了，记得穿暖点啊！还有，你们最近瘦了，我买了好多蛋糕。让我想想，还有什么？我们知道了，张奶奶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家里的门锁坏了，我进不去了。孩子们，你们可以帮我开开锁吗？
当然没问题，我们马上就过来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北方风甲启动，快计划四年，能量在你前分工，难重重艰险，吼吼龙齐天，守卫队快出手，胜利是守卫战衣，装备齐声团结，小心世界，吼吼龙能把邪恶化解，小龙都成长，平安不退却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吼吼龙多龙剑也出，做客。张奶奶，我们不是来做客的，我们是接到了您的求助。瞧我这老记性，你们过来吧。张奶奶您看好了，就这个小锁，我只要一用力，砰砰，我只要一用我的这把暴龙枪，马上就能打开。你不是想打开门，是想炸了这道门，还是让专业天才的我来吧？嘿，力气不重要，开锁技术才是关键哦。哦，张奶奶，您家真的好简洁呀。我一个人住，用不了太多家具。张奶奶的房子比你的旧玩具还要旧，我要勘察一下这个房子的破损程度。嗯，这些墙体已经到达年限了，承重墙也开始不稳固了。根据我的探查，这个房子破损十分严重，得拆了重建才行。嗯，我同意你的观点。我觉得旧房子就挺好的。张奶奶，这是您的儿子吗？是啊，不过他已经在大城市工作安家了，很少回来多拉岛。要是建立新房子，我的儿子以后回来探望我，说不准会迷路呢。这座房子啊，充满了我和儿子的回忆，我舍不得拆了它。张奶奶，我明白了。嗯，是谁？让我带去香蕉告诉你们。我们是香蕉兵团，叽叽。幸福能量枪，幸福能量收集完成。求求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候。是地震了吗？不，是房子在晃动。张奶奶，既然你舍不得拆了，那我就帮你毁掉这座老掉牙的房子吧。哎呦，我的照片呢？张奶奶，不要过去啊！张奶奶，危险！张奶奶，我们先出去。可是，请相信火火龙守卫队，我们会保护好房子的。彤彤，请帮我找出张奶奶房子的承重墙。你们要尽快将承重墙修复好，不然张奶奶的房子就会彻底倒塌了。没问题，出了。孩子们加油。小静，我们要把这些承重墙升级加固，让房子能用得更久一点。你之前不是说想拆了重建吗？我在张奶奶那里得到启发，
收的东西也会有它存在的意义。我不能让房子塌了。哈哈，这些老旧的房子还留着干嘛？我来帮你们摧毁它。啊！你在搞笑吗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这道菜叫香蕉皮炸黄菜。啊！大家动作快点！再快也快不过我的爆炸香蕉皮。啊！让爆炸来得更猛烈些吧！吱吱！解放！我们不要阻止红宝莲。龙机甲形态转换。去帮闪电和火爆。我知道了，不就是一把扳手的事吗？龙金甲形态转换，已经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被打破和谐。计划肆虐，能量在你间，怎能够让它实现？爆破龙金甲，让你们见识一下红喉龙守卫队首席工程师的厉害！哎呀！啊！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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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那我就再请你们吃一份大号香蕉皮。让我去对付他们。这样的美食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吧。不要眨眼呢，看我的超级炸弹全来打。好猴不吃眼前亏，我们撤！你怎么飞不起来了？快起飞呀！快起飞呀！你是要找这个起飞引擎吗？不对，你快还给我！好啊，等我抄完了就还给你。不要啊！我要回家。自作自受。孩子们，辛苦你们了，来吃块蛋糕吧。谢谢张奶奶，真好吃。红喉龙守卫队守卫成功。小胖，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我家刚买了最新的一体式空调，想请你们过来玩玩。但我们还要去巡逻呢。我还特意准备了这么多冰淇淋和饮料，太可惜了。其实我们可以等到下午再出去巡逻的。对啊，现在天气那么热，应该没有人会出门的。我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。可是刚才小青不是催我？小青说适当的放松是应该的。小胖，我们这就过来。我们是小小守卫队，我们要打怪兽。小朋友们注意防晒哦。哇、wow！
你们好啊！冰淇淋就要被吃光喽！嘴下留情，饿死猴了。侯宝莲，我好想回家吹空调啊！幸福能量才收集了那么少，再不勤快点，就要被秋秋博士抓去做实验的。侯宝莲，三毛。我感觉我要不行了，二毛，你振作点，二毛。我看到了冰淇淋和饮料，我好想吃。哪里来的冰淇淋啊？你脑子热的都出现幻觉了。二毛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何宝莲，真的有冰淇淋啊？别烦我，我在和二毛做告别。什么冰淇淋？是啊，红红龙守卫队在吃冰激凌呢。我们那么用心的导弹，他们居然背着我们吃喝玩乐。侯宝莲，我们要做点什么了？必须的。怎么，你想干什么？不是进去和他们一起吹空调吗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吉吉，香蕉兵团出发。找到幸福能量了，幸福能量枪。幸福能量收集完成，秋秋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，让你们感受一下冰火两重天。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热啊？哇，42度，空调关不掉，它应该坏了。好冷啊！父母保暖袋，大家快拿保暖袋！我好像感冒了。我也是，这么巧！我们先回去吧。这次又冷又热。这么好的空调不让大家都享受一下就太可惜了，叽叽。刚好我想的也是一样，叽叽。父母测温枪。木木，我没是的。小鸡，你发高烧了，需要立即降温一下。红红龙守卫队，快帮帮我们！香蕉兵团想把我们都吹感冒。救命啊！放心，我们会帮你们的。我们现在可以休息，大家都要乖乖休息哦。玲玲，我们我被发现了，我们会帮你们的。
好好龙守卫队出动！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被打破和谐。计划肆虐，能量在你身边。谢谢你，我好暖和。妈妈，救救我！来感受冰冷夏日吧！龙机甲形态转换，说再见。是的，我也非常赞同。大家准备一下，我们要回基地了。天气预报说今天是夏天最热的一天，我们最好撑把伞回去。谢了，彤彤，彤彤太贴心了。哎，好热啊。奶酪味冰淇淋，嘿嘿，大家别走那么快呀！哇，好热啊，我的眼睛快要睁不开了。我的奶酪冰淇淋，
我连一口都还没吃呢。打得太精彩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多龙战车的龙机甲形态简直就是无懈可击呀、啊！侯宝莲，啾啾博士是不是被我们气傻了？我怎么知道？猴赛猫，啾啾博士想找你谈话。不对呀、啊，啾啾博士明明看的是你呀、啊。啾啾博士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不要惩罚我呀、谁说我要惩罚你了？我还想奖励你们呢。虽然你们每次都被吼吼龙守卫队打败，但是也多亏了你们才让我收集到了多龙战车的数据。我手上的 U 盘程序可以让多龙战车陷入瘫痪状态。你们想办法潜入到吼吼龙基地内部，通过中控台把程序输入到多龙战车的电子芯片里。只要多龙战车瘫痪，你们就可以尽情的捣蛋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给你们配置了香蕉二号。啊啾啊啾！这可是按照你们喜欢的飞船专门定做的哟。哇，是我们的最爱呀！啾啾博士，请您放心，这次我们绝不会失败的，等着我们疯狂的复仇吧！吼吼龙守卫队，叽叽。出发！我是闪电，我是阿进，我们就是助人为乐的吼吼龙守卫队。带上这个，我觉得自己就跟闪电一样厉害。让我带一箱胶告诉你们，嘿嘿，我们是香蕉兵团，叽叽，哇哇哇，好酷，好酷的飞船，哇哇，你们没听到吗？我们是邪恶又强大的香蕉兵团，快点给我摆出害怕的表情啊！我是闪电，我可不怕你，我可没空陪你们玩过家家，幸福能量强。幸福能量收集完成，你的面具也是我的啦，晶晶，快还给我！你这是小猴子，你拿得到我就还给你，晶晶。哼，你们这些坏猴子，我要叫吼吼龙守卫队来帮忙。嘿嘿，我终于能赢一次了，哈哈，嗯。吼吼龙守卫队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来了，有什么困难吗？伙伴，我们不玩了。喂，你们等等，好歹也要把比赛比完再走啊。好吧，当我没说。小朋友，你有什么麻烦吗？这三只猴子抢我的玩具。别担心，我们马上就过来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，小心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背包装甲启动，快计划肆虐，能量才能解怎么用，闪电实现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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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
电龙战机。勇敢正义有热血，轰轰龙面对火龙越野猪，兄弟队为了幸福出野。噼里啪啦，急速到达。闪电，你再慢点，我们可要走了。奇怪，怎么没看到红宝莲？红二毛、红三毛，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，请你们乖乖把玩具还给小朋友。不可能，被我们抢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了。香蕉一号启动。在我的极速面前，你们是逃不掉的。龙机甲形态转换，飞天龙战甲，极速引擎推进，猴三毛，快点吃香蕉啊！没问题。抱抱香蕉屁！居然还有那么多！我真讨厌烤香蕉的味道。叽叽，烤香蕉可是我的最爱呀！冷风机启动，感受疾风吧！飞天龙爪，重创敌人吧！到此为止了，把玩具交出来吧。闪电，你听说过一句谚语吗？什么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侯宝莲，嘿嘿嘿，惊喜不？闪电，我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呢！香蕉激光发射！你引以为傲的速度也躲不过我的激光呢！叽叽。再这样下去，飞天龙战甲会严重受损的。我要呼叫队友增援。电磁波干扰启动。怎么没反应？在我的电磁波干扰下，你的通讯信息是无法传出去的。极速引擎启动。闪电，别急着走啊，我请你品尝一下手工香蕉皮的滋味吧。不痛不痒啊。不对，好臭。侯宝莲，我们成功了。别高兴太早，计划只完成一半，接下来就到我表演喽。叽叽叽叽叽。原来这个面具是这样用的。吼吼龙守卫队应该就要来了，你们快点把闪电带走。哎呦，为什么打我们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叽叽，演戏就要逼真点，得让吼吼龙守卫队看到我打跑你们的样子。叽叽。是啊，还是侯宝莲聪明。那我再让你打一下。行啊，快走吧，三毛。啪嚓！啪嚓！我们被闪电打败了，六马。队友们，我已经拿回面具了。闪电做得真棒，不过下次等等我们。要好好爱惜玩具哦。闪电，你是我的偶像。
既然麻烦解决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好的。糟了，我不知道飞天龙战甲是怎么启动的。喂，闪电，你在磨蹭什么呢？快点回去了，我们还要继续比赛滑板车呢。其实我的手受伤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启动一下飞天龙战甲？早说嘛。我要晕了。我好像不小心按下了最大马力的启动键。算了，回家喽。可恶的火爆，我一定会教训你的。闪电，你怎么了？我可能吃错东西了，肚子不舒服。可你肚子疼，为什么要捂住胸口？哎呀，肚子太痛，痛到胸口了呀！哎呦，那你等一会儿，我去拿点药给你，你要乖乖哦。一个小女孩还不是被我耍得团团转，叽叽。只要我把 U 盘病毒加载到多龙车的电子芯片里，多龙车就会瘫痪了，叽叽。队友们，今天的任务还没结束哦，大家继续监控一下各自负责的区域。好的。大家肚子饿了吗？要不要出去吃点东西？不用了，等晚上我们一起回甜品屋吃就好了。居然那么认真工作，是你们比我用杀手锏的。好臭啊。大家有没有闻到什么臭味？是这块臭香蕉皮，我最讨厌香蕉了，太恶心了，赶快把香蕉皮清理掉。我们先把香蕉皮扔到外面的垃圾桶去。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快走吧，顺便到外面透透气。跟我倒，你们还嫩着点，叽叽。好臭啊。成功了，病毒已经加载到多农车上。喂，猴二毛，开始下一步计划，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，叽叽。这是哪里？闪电，你终于醒了。猴二毛，你们想干嘛？问得好，我们抱歉啊，先接个电话。好的，马上开始下一步计划。计划？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潜入计划。侯宝莲假扮你潜入了你们的基地，让你们的多龙车中了病毒。现在我该出击捣蛋了。香蕉一号启动。你不能上来哦。为什么不带上我呀，二毛？你走了，谁来盯着闪电呀？哼，就你和侯宝莲出去玩。猴天气最适合搭配甜甜的冰淇淋了。怎么刮风了？黏黏香蕉皮发射！小胖子，你的冰淇淋不错，快给我吃。做梦，我要叫火火龙守卫队来帮忙的。喷了空气清新剂后感觉没那么臭了。小静，快来帮帮我，红二毛在街道上到处捣乱，最可恶的是他还想抢我的冰淇淋。别担心，我们马上就过来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
心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背包装甲启动，快计划肆虐，能量才能见分工，闪电重重缺陷，吼吼龙集结守卫队，快出手，胜利是守卫战衣，装备一声团结，小剑吼吼龙能化解恶化解，闪电龙战机勇敢正义有热血，吼吼龙多龙越野猪终于安全了。发现你了，小胖子，踢我一脚。捕捉我发射，香蕉皮还是留给你自己吃吧。火凤，谢谢你。猴二毛，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。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呢。年龄香蕉皮发射，龙骑甲形态转换。就凭你的这点小招式，可对付不了我们哦！闪电，你干嘛？闪电，打人是不对的，队友之间有矛盾，应该好好沟通。就是，谁说我是你们的队友了？看清楚我是谁！红宝莲，你们全被我骗了！你把闪电怎么样了？别那么冲动嘛，火霸！我这威武龙机甲动不了了。火霸，我来帮你。什么？我的灭火龙机甲怎么也……我们的也动不了了，因为多龙车都被我加在了病毒程序。还是香蕉二号开的舒服点儿。二毛，让吼吼龙守卫队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我等好久了，送你们一场香蕉皮流星雨。大家快散开，收到。猴宝莲和二毛好棒啊，鸡鸡，要是我也能去帮忙就好了。你肚子饿了吗？我不喜欢吃香蕉，能不能让我出去买点食物？没问题啊，不过我这样走不了，你能不能先帮我解绑了？对了，还好你提醒了我。谢了，三毛。速度决定一切。不客气，记得帮我买一杯奶茶回来哦。彤彤，怎样才能再次启动多龙车？你要拿到猴宝莲的 U 盘，我才有办法破解病毒。但是没有闪电龙战机，我很难对付猴宝莲。放心，我已经帮你激活了你的背包载具功能。背包载具可以从飞天龙战甲的机体里脱离出来，独立行动。大干一场吧，闪电！知道了。火箭背包启动，看我的超级速度！你们逃不掉了。吼吼龙守卫队，年年香蕉皮发射。噼里啪啦，急速到达。我不要打我。你真是猪队友啊，二毛。谁说我是猪，我是猴队友。闪电，这一次我要好好教训你。香蕉激光发射，还想启动多龙车？哼，真是笑死我了。
激活夺龙背包载具启动。多龙车居然还有这个功能，真酷啊！不过我的香蕉二号可比它厉害多了。激光发射，你只会逃跑吗，闪电？我可不是逃跑。超远距离照射灯启动，暖风机双重启动，感受疾风吧！你输了，侯宝莲，把 U 盘交出来吧！哼，这次是我大意了。干得真棒，闪电！等等，你是真正的闪电吗？你昨晚偷吃了冰箱的蛋糕。停停停，我知道你是真正的闪电了。红红龙守卫队守卫成功。